好，来，我们的约拿书哈，这个约拿书呢，就是约拿的第一章哈，这个约拿善且造成轰动哈，非常轰动哈啊，那为何世人看到耶稣那么大的神迹却无动于衷哈？甚至基督徒拿到好处哈，拿到好处好啊，那个就跑了，却不愿意付代价。献上自己做活祭。当我们献上自己做活祭之后，神必要大大祝福我们。很难呐、啊，啊，我跟你说，去跟银行申请贷款很开心啦、啊，一笔钱200万、500万拿到手上很开心啦、啊。每天这样子花花花就花掉，也不去上班啦、啊。这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啊。好、啊，跟神要礼物很容易啊，啪啦啪啦的嘴巴在讲。礼物一个摩托车啊，房子啊，免费住、免费吃、免费喝啊，那甚至人家说一句话哦，带你去玩都可以啊，你只要来就可以了啊，一跟二来上班就好。哇，你看到没有啊？这个，哎，真的是愿神大大的祝福我们啊！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做主公啊，死透烂透没感觉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在这个内在意志里面哈，在真实的内在意志里面哈，不要把这些人的事物烂在里面哈，要带在这些真的不要要才是真正的内在意志，不要把这一些带到棺材，把这些搬开哦，把这些你心中的那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哦，你一直要自己做大哦，这种事情哦，我今天跟你讲，神今天跟我讲哦，就是说。到底哦，你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啊？嗯，没有啊，你把这些地上的肉体放第一位哦，你就烂掉哦。我跟你讲，你什么都烂掉哦，你最后只能把你自己丢到海里去哦，抬到棺材里去哦。好，把这些搬开了哈，把这些搬开哈，装恩膏哈，把这些搬开装恩膏，把这一些罪除掉啊，除去，埋了烧了，装神要我们的恩赐吧，恩宠吧。好不好？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再装这些东西了，啊，不要再装这些东西了，啊，装什么呢？啊，装不属神的东西，哈，装不属神的东西，啊，装不属神的东西，不要再装了，好，为什么我们要读约拿书？哦，尼尼微人定这世代的罪，好，尼尼微人是定这世代的罪，在哪里说的？耶稣说话的时候什么？指责尼尼微的居民说悔改，事机啊，他们听见约拿说的啊，就立刻悔改。但审判的日子，尼尼微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有悔改，你没有，所以他考过试了，你没考过试啊。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哪、啊，这里全城，这看哪、啊，这在这全城的人都信服神，按着神的警告而悔改。寻求神的怜悯，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还大的，你们却不听哈。这里讲得很清楚哈，这里讲得很清楚哈，这里讲得很清楚哈。你们要怎么样啊？审判的日子啊，尼尼微人要定世代的罪，尼尼微人要定世代的罪啊，定世代的罪啊。那你他定世代的罪，为什么尼尼微人他们要定世代的罪？你可能听这句话都听不懂啊，听不懂。我来考试好了。晶晶，你听得懂吗？为什么尼尼微人要来定世代的罪？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定罪不是神在定吗？为什么是现在是尼尼微给这个尼尼微权柄去定呢？晶晶不知道吗？还是搞不懂。不知道。好，这个，这是耶稣说的话吧？你再念一下好不好？尼尼微定这世代的罪，我们念一下好不好？耶稣，来，请。耶稣说指证了尼尼微城居民悔改，示警他们听约拿说后悔后立刻悔改。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全城的人都信服神，按着神的警告而悔改，寻求神的怜悯。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耶稣讲这话是讲给文士律法师听的，讲给这一些他的这些门徒信徒们听的。为什么他这样讲？这是一个恩高，绝世大恩高，你不知道吗？黑马盟会的第一堂课就是在讲这个。嘉轩，你知道原因吗？他有听话悔改，他有听的话悔改，照他这样写，他听的话悔改。那个他是谁？我现在一直在想，这个他是。应该是神吧，神悔改，不是神悔改，就是全城的人，全城的人，听了谁的话？听了约拿的话，对啊，那这些话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要把这句话撂出来说，尼尼微人要定世代的罪？耶稣讲这话干嘛？尼尼微又凭什么要去定世代的罪？耶稣，你怎么蹦了这句话来？没有人懂。他有悔，他有做了披麻，因为在那个约拿书里面，他们有全城人做披麻盟会有悔改。我知道啊，但是为什么耶稣要讲说尼尼微要来定世代的罪？都不知道，这个我就都不知道。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好吗？有人想知道吗？还是就这样糊弄过去了？有，只有一个知道，想知道。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好，我问你们。想知道，那就直接告诉你们奥秘哈。好、我想问你们，现在是不是我记得就是说，如果你要出国的话，到美国啦，到台湾啦，你必须要拿出你的什么护照？护照还有一个是什么？你至少要打针的一个说你有没有疫苗打针吧？有没有？COVID-19 的证明有没有？要不要？有。要不要一个打针？还要打一针打两剂，你才能去买机票，人家才让你过关。然后或者是我像我去台湾还要被关14天，现在没关了，可是之前是不是它有一个规定，对吧？对，是。同意吗？同意。人家耶稣讲的啊，认罪悔改的规定就是尼尼微的三天三夜悔改的规定，就是披麻蒙灰。听懂了吗？牧师，我理解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尼尼微的认罪这个标准是一个60分的标准，这是约拿传的60分，那耶稣说的就要做到100分，那所以他 变成了别人的一个量尺。对啊，你就是一定要考过，你一定要到这个悔改，至少要三天三夜，披麻蒙灰，认罪悔改，身处国王下了宝座，你全部这个标准，这整个约拿书吃下去，这样的标准你要做到，这才是真正你们说的悔改，真正才是真正神国的这个捷径，真正的认罪。你们这些文士律法师连最基本的外邦人的这样都没做到，你要跟我说什么？而且站在这里的人是一个比约拿更大的先知来告诉你，你还不听，这样听懂了吗？人家那个在尼尼微只是约拿啊，这也不是弥赛亚，尚且人家外邦人看到这件事情，看到这个大鱼突出来，这个人他们尚且悔改了，
好，还做了这么 彻底，人家是不信主的人。你们这些文士、律法师、法利赛人，嘴巴里讲的东西跟你手所做的、行为所做的根本没有。然后你到了天堂的时候，你会先过一关，这个尼尼微城的人站在那边，你会过去，人家就开始说你有没有打 COVID-19， 你有没有悔改三天，你的 passport 给我看一下，没有，咻下去，懂吗？听懂了吗？听懂了，这是个最低标准，我们要在这个标准以上。你基本的信神的这个标准，你信神，谁会来定世代的罪？你会到天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尼尼微人的这个城的人会站在门口去帮你做这个身份验证，你有没有做悔改，你有没有真正的三天三夜披麻蒙灰认罪悔改，跟我们做的一样，有你过关，你没有 OK， 你就 只好他们来定你的罪，定这个世代的罪，他是第一关，懂了吗？他还不是那你说牧师那怎么样，这是旧约啊，那新约的标准在哪里？那个打破香膏的人呢？你那个用那个头发去擦那个耶稣的脚啊，到众人面前去悔改去啊，到众人面前去用打破香膏，用你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你像那个撒玛利亚夫人一样，在井边去告诉丢掉这个 水的那个瓶子，向众人去告诉全部的人他犯了什么错啊？他去向全城的人说他错在哪里，他犯了什么罪啊？这个人素来不知道的我的事情，结果他说我有几个丈夫啊，他跑去把所有的福音传一遍。这是你的标准，这是你的标准，认罪的标准，对不对？你要做，你要执行出来，你最低最低的标准就在那个约拿书说的，你怎么样，牲畜小孩都要披着麻衣，不吃不喝三天三夜。好，所以你看到没有，神给那个不认识的人，他们也有一个啊，这个除罪的标准。那他们这个尼尼微人定世代的罪的权柄给了他，哇，那尼尼微人，对不对？像那红书最后150年，他又走回老路，因为约拿没有好好的去。教训这个啊，尼尼微那个约拿没有好好的去告诉这个尼尼微人他们的神是什么样，没有做什么逐日学教导，所以最后150年又走老路了。我为什么要骂小琪？我希望能够把他叫回来，免得走老路他被审判啊。先知那红开始就宣告尼尼微的大限已到，上帝的愤怒一旦爆发就不能止息。那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尼尼微人会站在那里审判，你要去天堂，他第一个问你，你的悔改有没有到标准，到标准过关。第二层次的审判，你有没有得到赏赐 OK， 尼尼微到第二赏赐的时候，他进去了他进不去了，因为他会得，他没有再上去，所以那红书说他被整个爆发了，就是没有上去第二层次，你懂意思吗？他们的奖赏没拿到。至于这个尼尼微城有没有得救，有没有救恩，这我不知道哦，这我不知道，圣经上没讲，但是可以知道啊，在先知那红书后来整个尼尼微在150年后爆炸了，不是这个崩盘了，整个被毁了。就毁了、啊、神是忌邪的神，他是会忌恨的，神定义要毁了这个城、啊、自己去看、啊、在那红书上面写的很清楚，他非常的他恨这个城，屡劝不听的人他会恨你的，神会恨，神是非常忌恨的神，他也是忌神的，他是忌恨的，他是忌邪的神，他给你机会
但不认不认不认为你你不可以认为他的他的恩典可以让你一直用这样子取之不竭用之不息，不可能的。啊，这样明白吗？不可能的，他记恨的，他会恨你的。常常我就讲，常常我对几个同工讲说，你要我怎么不恨你啊？啊，你做这些事情，你要我怎么不恨你啊？你做这些事情让我真的好恨你，你难道不恨你自己吗？他是会记血的，好，你屡次屡劝不听，屡劝不改，好，神是记血的神，他是非常恨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不要让神恨你，会很痛的，真的很痛的。神恨过我，你知道吗？神恨过我，普利，他狠狠的把我关在家里10年，我跟你讲，啥事都不能做，啥事都不能做。神是记血的。真是记恨的，因为神给我很多好的东西，要花有花，要车有车，要房子有房子，要绿卡，要公民，什么要的通通给你，反正就让你锦上开花加两台，反正你就是很厉害，你什么东西通通都有啊、反正你什么都有，你在人前你是最高贵的，在人后你是最富有的。他可以什么都给你，但最后怎么样？我告诉你，开始敲屁股了，鼻尖往上丢，屁股往上翘，穿着小短裙到处飞啊，这样子搞，就开始卖肉体啊，开始卖啊，到处去跟人家这个讲的世界的话，卖的肉体，享受的你的人生，最后你的人生是什么？崩盘了，一夜之间破产了，就这样活活关了你10年。每天干什么？每天就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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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祷告啊，跪在那里嘟嘟嘟嘟嘟祷告啊。尼尼微城的3天3夜祷告不祷告，结果非要在这个40天祷告不祷告，非要被关了10年还不悔改的祷告，直到那一天，神把我叫回。把我叫回来，站在我的床前，再次的告摩我，把我叫回来。叫回来的唯一条件，进去教会，祷告1年，再被启动使用。神的主权在你身上，你要浸泡，你要浸泡神，在浸泡的里面去认识神，不然你没有办法去做他的事工，很难呐、啊。我常常在想说走这个路真的是不简单，但是走的就是有滋有味、啊、走这条路真的是不简单，有滋有味，爱情也没了，家庭也没了、啊、亲情也没了、啊、啥都没了，就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啊、破产。那你想一想啊，你本来之前就什么都没有，神给你的华丽你拿来卖，呵呵，倒霉的是你自己。好，我们非常谢谢各位的见证，不管是副见证、正见证、尼尼微的见证，都是见证、啊、都是神爱的、啊、虽然他神是忌邪的，神虽然毁了这个城，但是他却让耶稣讲了这句话，尼尼微要定世代的罪，这个太威了，真的恨还是 有时间点的，在永恒他不纪念的，感谢主、啊、他不纪念永恒，永恒里面不会纪念这个。好，约拿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约拿在那里晕船是很可怕的，可是约拿是他沉睡，约拿笃定神的怜悯，不会放弃他，他认真，他 认识他真认识神的良善，他真的是认识神，因为他真是认识神，他利用神的良善来救他，神也知道啊，知道你闹起来，知道你天天吵。刚刚讲到这个尼尼微城定世代的罪啊，朱璇觉得如何？有帮助吗？有。
之前对这个认识没有到这么深，所以之前做的时候也总感觉不知道怎么进入，但是很感恩这一次来听了这个课，一次比一次更深入的直击着我的灵魂，让我看到我自己真的有太多冤啊，我之前没有这么深，真的没有这么深。这个课程教了13年，为我自己教的，自己讲给自己听，很不容易。而且，嗯，牧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大起大落的一个经历，然后你又深深的能够自己在这个披麻里面走出来，所以在你的身上对我们非常有说服力，并且你是亲身经历的，所以你表达出来的一切就让我们觉得感同身受，而且呢就是你从你身上映照的很多很多东西，那个经历回转过来，我也觉得看你的时候我也想着看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主啊，求你来医治医治朱璇，医治他、啊、谢谢你现在的医治恩膏进入他里面，现在你就特别怜悯这个孩子，擦干他的眼泪，主啊，重新启动，重新使用，主啊，让我们进入这个悔改之后，主啊，我们不要像约拿，我们要像莫里改进入。朱璇你来祷告快点，你先跟神说话，来，你带我们大家祷告，你说、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阿们，你何等的深爱我们，真的是很爱我们，以至于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你就吃下了你的爱子耶稣为我们存在十字架上，可是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子民，哪怕我们已经嘴上挂了一个我认识神了我信耶稣了，可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却全然不属你、嗯、我们被这个花花世界所诱惑、嗯、我们在金钱堆里面做着各种贪婪、嗯、放纵自己、嗯、情欲肉欲、嗯、眼目情欲的事情、嗯、没有一样能够满足你的心，阿们阿们阿们，主啊，世人所犯的罪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不一样不做的，我们没有一样不做的，都做。求求你，主啊，真正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连自己的家人都绊倒了，绊倒了。主啊，我们自己成了那绊脚的石头。像个石头，在家里没有好行为，没有好见证，在外面的人眼中，甚至我的亲人，我家中整个家族唯一一个信主的姑姑都说我，你不像一个基督徒，你不像一个基督徒。主啊，就是我们自己心没有认识到，没有没有认识到。尤其是对你所对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的牺牲，我们都不看重。主啊，我们明白了，就是拒绝和拒绝。我们活在最终，却享受最终之乐。身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基督徒。我们除了一张嘴，有基督的味道，从其他的没有一样跟基督有关系。主啊，求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请求你将施恩让人恳求的灵魂、最悔改的灵来浇灌我们，使我们真的愿意坐在炉灰和尘土当中来懊悔。主啊，我们愿意坐在尘土和灰中来懊悔，我愿意把我之前一切的罪，一个一个一个不留的，全都摊在你公义的日光之下。
让你的光来光照我，让我里面那些长虫的、腐烂的、发霉的、恶臭的那些污秽肮脏，全部都被你曝光出来，曝光出来。我们愿意来悔啊，并且要改。主啊，我该剁手的要剁手，我该砍脚的要砍脚，我该挖眼的要挖眼。因着我们的罪，所有被偷窃、偷窃的、掳掠的、杀害的、侵占的、私吞的，全部都请求你来恢复给我们，并且要让他加倍、加倍、加倍、加倍的来赐还给我们夺回。主啊，我们本是你尊贵的王子公主，我们却过得真的是如贫穷的乞丐。主啊，我们错了，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撕裂心肠，在你面前忧伤痛悔的来悔改。主啊，我们悔改。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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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愿你以麻布来为我们遮盖，愿你以麻布来擦我们的眼泪，让我们在安在你的你的恩膏和全能之下，我们要从谷底反弹，我们要从谷底反弹。主啊，我们曾经被你走得多远，你就使我们要回来被抬举到多高，使我们能够居上居下坐手。一起啊，祷告，快点。使我们能够从再一次的悔改来单位，一个悔改的灵。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要披上我的麻布，我们要来好好的悔改。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哇哇，一股清流啊！小七，我看到你的一个预，看到你的工，我看到你一个意象。是不是？我看你拿这个大喇叭，然后就开始一直在讲神的好处在你身上，然后向世人宣告。做耶和华的直播小姐，阿门，阿门，阿门！哇，这个好大，感谢阿门，阿门！他那个大喇叭，然后我就看陈律师在你的前面，然后你就眉子巴巴跟他讲说：“你还不悔改，你还不悔改，你到底懂不懂？你知不知道？你不对。”阿门阿门阿门，发了发了，要做直播小姐，要做耶和华神的直播小姐，哈哈，啊，真好笑，这个人就一个大喇叭，红色的，对着他吼，你还不行吗？你还不知道吗？你们搞不清楚吗？我去买红色大喇叭，买红色大喇叭，哎。我跟你讲，你那个福音车啊，他那个老板给你那一台福音车，那台车子啊，就挂两个红的大喇叭，说我一定要买红的，然后就挂在那边。好，好，你一边卖口罩，就一边卖悔改，你们要悔改。啊，感谢主，太棒了，荣耀归给神了，谢谢朱姐，朱姐的。朱璇，你赢回来你的人生了，恭喜你哈！阿门，阿门。你的工作神会帮你升等哈，神会帮你升等啊，不是这样子 part time 的，就这样子跑来跑去的，就像小琪一样，要什么给什么。嗨，他老板都不认识，他老板见他面都没有，就要给他一台新的摩托车。对不对，小琪？昨天对，我也被牧师骂一骂，都还有福气啊。我本来还在想说，哎呀，前两天骂小琪那么难看的这个，到底可不可以挂到课程上去？我说有点丢脸、欸、我说主啊，我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可是我又不能没有爱心，那里我不能不骂，不骂他又不行，不行不行，骂了在公众面前骂也不行。哎呀，怎么办？这个课程是放还是不放？
哎呀，看到他拿到摩托车，拿到新车，又有房子住了，哎呀，真的是松了一口气，真的松了一口气，真的松了一口气。你们知道为什么那哄啊，这位先知还要跑去找尼尼微人？没有人知道。最后警告啊，最后警告啊，最后警告。但是尼尼微人哈，已经对罪的麻木麻痹哦，是麻木。还好我们小七还在这边跟我大声讲阿们哦，但是他还是爱神的，神一定会。啊、祝福那个敬畏他的人，只要你不把合约书撕了，神一定与你同在。好，我们继续讲约拿书第一章到第四章。好，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城传福音，神还是让他照这个小城上传福音。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他创造了沧海和陆地。所以啊，大事工不做，你还是要得去做小事工。所以你服下来吧，你就认认真真的好好悔改吧，哦，对不对？你就好好认认真真的相信神的主权吧，哦，我相信如果那时候约拿听到神的话第一节的时候就说这个不要逃啊，他就好好的跪下来啊，说像耶稣一样在克西马里面祷告，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杯，请你这个杯啊减轻那个痛啊，我相信啊，不至于到这个这样的光景啊。但是我常常在想啊，这是一个奥秘。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我说神，你干嘛用约拿？这个熟辣干嘛用他？熟辣就是那个胆小鬼啊，你干嘛用他？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用？非要用他？谁知道呢？其实我们都蛮胆小的哦，不是只有约拿胆小。为什么？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约拿这样的人？为什么？啊，我们这样的胆小鬼啊，为什么？这个不愿意，这个负责任。说句实在话，就是神国的渣男渣女哦，拿了好处跑掉的哈。为什么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哈？为什么神还要用我们这些人？他非要选这个人做主角啊，在约拿书里面，而且耶稣还把这个人提名了，没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这么创世大奥秘没有人知道。晶晶知不知道？刘玲知不知道？都不知道。小琪快点，你知不知道？动动脑。我不知道，我说话不方便。都不知道。叶芳知不知道？朱璇知道吗？牧师，你昨天还是前天有讲，因为神是守约的神，他拣选了约拿，他并不会单方面守约，而只有人毁约。目前声音不见了，先静音吧。听不神知道约拿鬼，神知道约拿会逃。一件事就表神也知道。如果是不知道，神就不是这样说劝他。所以神是知道。那既然神知道，为什么神要用约拿？因为神知道全世界有很多约拿，
所以他要用约拿。神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约拿，所以他特别选了这个约拿来完成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约拿的痛苦，神也知道约拿的不完全，神也知道约拿会逃，神也知道约拿去睡觉，神也知道约拿不悔改，神也知道约拿不披麻不蒙灰，他知道一个先知他的个性，神全部都知道，但是神定要用他，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施怜悯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约拿讲了一句话，那个信奉虚无缥缈的外邦人 的人，你尚且会爱他，何况是我们还口称耶和华神的名呢？他用这句话跟他压，把他的生命压回来。所以我就说，神的儿女这个契约书是很好用的，把他压回来。你是软弱，你还是你不管是贫穷，你还是美国公民啊，你还是可以去领救济金啊，对不对？他用这个去压。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看看约拿的 无助啊，就是我们的无助，他都能够有机会从鱼肚子里面吐出来重生一次哦，我们也要好好的悔改去重生一次，不要在小船上传福音而已啊，我们要在大船上传福音。以后我们小齐啊、普利牧师跟的后面都是大律师、总统啊，这些各国的领袖跟着我们跑。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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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们嘉轩说他进入了台中最高的地方去谈生意，我今天看看嘉轩穿的衣服，再看他那个样子，我心里想说，神啊，他那个样子怎么可能做这么伟大的事。我不是笑他，我知道这是荣耀神。嗯，我们的后面以后是跟着总统，跟着这一些领袖，因为他们解决不了所有地上的事，只有我们的神会给我们智慧去解决他的事。哦，就一个病就给他死了，哦，就一个冠状病毒就给他们闹成这样，何况是再来的战争，哦，饥荒，哦，那个无粮，哦，再来就是这一些这个经济大崩盘，哦，每一个政府，我跟你讲，国家破产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好笑，现在已经有15个国家已经破产。不要开玩笑，这时候，嗯，只有我们基督徒最有钱，有这个死无变有的神，阿门。只有我们基督徒最有智慧，因为我们有死无变有的耶和华神，他的天上就是给了我们这一些福利，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受压制得自由，这些死无变有的这些超自然的供应。就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身上，只有我们说有就有，只有我们说命令就立，只有我们说看到的预言就是预言，这不是我的福利，是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给的福利，神不是只有给普林牧师而已，我要告诉大家，虽然约拿不咋样，小胆小鬼，这个爱肉体，嘿，告诉你，耶和华神喜欢，那你能拿他怎么办？对不对？神喜欢啊，还是继续的用使用他啊，还要继续的神还跟他讲话，还继续规劝他。神喜欢他，为什么神喜欢他？他虽然小，他虽然胆小鬼，他虽然无助，他虽然喜欢逃，他虽然笨，他虽然傻，
他居然那个不了解神的心意，他居然躲避神，神为什么还是喜欢他？继续看看第二章他的祷告吧，是不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的名字就好了。至于他做得出来做不出来，那是 另当别论。他至少会呼求神的名字啊。这个约拿做得出来做不出来，那可另当别论。他至少他那时候呼求神是真心真意，是 打实在的爱他爱神。啊，我们也是这样啊，是不是？啊，不然哪人家哪那么有恩高啊，吐出来讲一句话，全程就信主。人家恩高也很强啊，人家受到的这个 死亡的逼迫出来恩赐这么大，我们也可以。我们不仅自己要死里复，他们要被我们讲的这个整个成得救，我们自己也要死里复，那才是神要的。而且我们要地上得赏赐，开的要比他们车还更好，住的房子那个一望无际都是我的地。哎呀，就要这样，你相不相信啊？如果我们敬畏神，你做主的工，他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啊。今天不是看到那个我们的蓝宝石上拳下拳不是下来了吗？他跑去赶快去接他的上拳下拳去了啊，去打仗去了。哦，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好跟坏，神也知道你会跑，神也知道你会逃，神也知道你是标准的约拿啊，标准的这个人。但是他是什么？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你做到哪里你就得哪个赏赐。尼尼微虽然啊，这个悔改了三天啊，人家就在天上有他们的名字挂了个牌子，尼尼微要来定世代的罪。你们没有做到尼尼微的三天三夜的披麻蒙灰，这个啊，不吃不喝，跪在地上为自己的罪跪在灰尘脱下朝服，你没有这么做啊，你那不算真的悔改，还没有办法拿到耶稣说的天国进了救恩啊，救恩的那个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的那个最低标准，你根本没做到。那个意思是说，你这个升学考试你可以考过啊，你进不了这个学校，其实基本的一个关，它是这个天国法律。他是天国进的这个法律，这就是尼尼微城悔改的最低标准。所以为什么他说你们要得永生，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那个背起十字架的那个跟从主，那个更难了，那个标准更难了。你要像耶稣这样子，哎呀，三年半的这个逼迫，你要走这一条路，那个还要传福音，还要这样子啊，这个禁食，还要去这个40天去干嘛？去受洗，各式各样的礼节都守到，你要去背这个十字架跟从主，那样的一个悔改，救恩才跟你有份的。那你听得懂吗？嗯，真正的先知是知道解套方法的。哦，他知道解套，他会自己知道自己怎么解套，他也知道怎么帮人家解套。好，神的先知不起来求告神，约拿的灵是沉睡的灵。啊，约拿是神的先知，即使神的先知却不管神国的事。你说你叫先知你不管神国的事，你说你是神儿女你不管神国的事，那你要干嘛？对不对啊？你当然会背到什么？被这个世界给埋没掉啊，当然会受到征战了啊。神会爱着悖逆顽梗的约拿，神不会放过约拿，神会给他机会，再给他机会，知道什么时候到啊？150年。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的品格恩赐，他们不会是相等的啊。约拿有恩赐啊，约拿却没有品格。约拿的生命也不好，所以恩赐很大，恩高很大，听得到，
你看他在一夜之间讲一句话，八个字，十二个字，人家就整个成悔改了，哭成这样，是不是？可是生命呢，啥都没有，自己的品格呢，还跟神吵架，不一定会相等的，所以恩赐是神给的，天上给的，所以我跟你讲，你们看我头领身上有恩赐，那品格生命也不一定对哦，一定会有哦，不一定会有跟恩赐这么大，恩赐是什么？是一个上班，神给你在地上上班，使用这个人上班，不代表他因为他身上的恩赐大，他身上的这个上班的恩赐大，然后他就是百分之百是合神心意的人哦，不是完全人哦，不一定哦，不一定。有人生命不大好，品格也不怎样，但是恩赐很大，事工也做很大。啊，是神，所以你们有的时候他们讲最后耶稣讲一句话，叫主啊主的人，在末世我不一定认识他。不认识是他，恩赐大很正常，因为你是靠神的给你这些彩券在卖的，换地上的钱，这时候都有，是神的一个造的人，怎么敢向创造主发怒？你既然是一个被神受造的人，你怎么可以跟创造主的神一直吵着发怒？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这句话我来问你们，这地黄色的这句话，是神的一个受造的人，约拿，普令，为什么敢跟创造主发怒？他凭什么敢发怒？你们知道原因吗？你们去看约拿书第四章，他是跟神求死啊，有没有发怒啊？有没有？对不对？第四章第八节，对不对？炎热的东风来的时候，暴晒约拿的头，他就开始发昏，自己求死，就开始发怒，我死。那神就对他第九节说：“啊，你因为这必吗？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至死都合理。”哇！天天吵死啊，对不对？合理合理非常合理，我死都合理啊，有没有？然后暴晒那个约拿，他就开始为自己求死，我死了还好。其实我就觉得奇怪了，耶和华神也没做啥事，就只不过救了一个尼尼微城，为什么就闹着这个约拿这么不开心？没有人有疑问吗？啊？没有人有疑问吗？为什么？还是我们的不关己无所谓，不想知道，想知道吗？想哦，想知道哦。我刚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他跟神受造一个人，还要向主发怒，敢这么发怒？因为有三大点，你们要知道这哪有三大点。第一大点，约拿觉得他完成了一个神的大功大事功，全城的人已经听他的话悔改了。第二个，他的意思是说，我这事功完成了啊，我就用死来逼迫，为什么？我得什么好处 啊所以他那边求死啊，对不对？我一直用我的肉体来跟神撸啊，现在小琪开心了，什么东西都给他了，他不在这边生气了。之前很说话都叫，
这边撸，嗯，现在呢都给他了，他开心了啊，会笑啊，什么都好，你要我上高山下大海都可以，现在什么都好。我们人类就是这样，非常的四块，你知道吗？四力，四力，对不对？没给你的时候，全身毛都不对，说话声音也不对，这边撸，那边跟神面撸，求死，那边闹，那边玩梗，那边搞，自己搞砸的东西啊，还要赖到神的身上，赖到先知身上。还有这个人呢，得到了，因为这整层的人的鬼都上到约拿身上去了，没有人吓一跳吗？哦，哇、哦，太厉害，太会了！他们做了一个时空交换，你说牧师我不懂，他怎么会全城的鬼都到约拿的身上去？你自己看嘛，在鱼肚子都不求死，到第四章求死啊，啊，求死是从谁来的？魔鬼来的嘛，死亡的灵嘛，死亡灵怎么来的？鬼嘛，有罪就有鬼嘛。所以现在有很多属灵忧虑症，很多的牧师他们得到属灵忧虑症，就是这样子嘛。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跟着悔改，我们不是只是念着讲而已，我们自己做牧师的。他们做了时空交换啊，而且怎么劝都劝不听，怎么劝也劝不行。我常常会很害怕，对不对？你说在哪里可以知道这种时空交换的东西？什么叫做灵界黑暗权势？整个跟你们这个，你知道邪灵赶出来要去哪里？他正在找地方躲啦，去待在一个地方啊。他能待哪里？对不对？你圣灵进去，邪灵出来。你圣灵现在都进去，这一些整个城的人都悔改了，表示他们有圣灵吗？有神的爱在里面吗？爱神的吗？他们悔改了吗？那出去的嘞，去哪了？去那个悖逆完整不听神话的人啊，就住进去了，就瞎搞，就那样子弄啊。时空交换是很可怕的。哦，一进一出，七个鬼进去。你说在哪里可以看到？嘉轩，你知道在哪里？没有人有兴趣啊，算了。有，我有兴趣，嗯。你看那个格拉森人吧，他身上那些鬼出来之后，他去哪里？去租。结果那整层的人都要来把耶稣推走，赶掉他们。那些整层的人都不要神了，里面都不对了，发疯了。一个人好了，他们不要，不是吗？没有吗？格拉森人的故事没有吗？有，是不是整城的人都把格拉森人要怎样？没有人听神的话，只有一个格拉森人，对还是错？有没有啊？嗯，在哪里啊？啊，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节。嗯，讲啊，
发生什么事？你看，就是满了做他的何等大的事。这一家没有，这边没有写哦。其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整层把耶稣他都到猪群，有没有？众人出来看什么事？看见鬼离开了，就明白害怕。求耶稣有没有？都求耶稣离开他们。看到没有？第37节，有没有看到？第八章第37节，有，我看到。那些悖逆、顽梗、自以为是的那些鬼，通通都回到他们，送回去，那些住到他们里面去了，分散打包出去了。Hello， 醒了吗？嗯。好像没有人吓到哎、欸，啊！晶晶听完有没有觉得很害怕？太危了、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有那个就是你说的八章的那个经文，但是在约拿书当中我们根本看不到。现在真知道约拿还有这样一幕。嗯还能所有整城的人都到他身上，这个真的太危了。对啊，整城的啊，嗯。对对那个猪群场下头胡淹死，有没有那些猪群？有没有？要发疯，这些鬼要去进去猪群。有的时候觉得做这主工哦，奥秘不要讲太多，讲太多哦，天界的事情讲太多不好，因为别人没讲我讲哦，然后觉得我们看到的啊、特别不一样，特别怪。事实上他就是这样，一个鬼出去，一个鬼出去了，七个鬼进来，他们就是这样子，那叫集装箱。这个送出去，那个过来，那个送出去，这个回来，就这样集装箱。这个好形象，集装箱。啊，反正他们总要有地方待嘛，有多少鬼要待着？天上掉多少鬼下来？三分之一吧。对啊，所以。如果我们信主的人越多，是不是地上要被承接的那个三分之二的人的鬼就那个就开始承接，三分之二的人开始要受洗信主，那是不是那三分之一原来在这地方，他就变成这边那个称重一样嘛，这里就越来越重啊，这边就越来越轻，就这样子，就集装箱这样子转。听了没觉得害怕吗？所以为什么属灵征战、属灵攻击，常常的人在那边敬拜赞美啊、开特会啊、干嘛的时候，就集装箱开始了，天界转动啊，神的天门开了，地门也开了，这边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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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鬼他还没有马上要去地狱啊，他还要找个地方待着。晶晶听懂了吗？这不是我说的、啊，圣经没有马上要审判鬼啊，没有办法要去审判那些邪灵，甚至他那些黑暗权势啊，还没有，他要找地方待着，不然去动物里面，不然去哪里？他结果去跑到那个猪，那养猪的人更生气，猪都死了，头还死了，就表示什么？他们也鬼也住不了猪里面，他主人住在哪里？湖里面。在湖里面游来游去，又走走走，在游走走走走，反正有一个人在那边，如果又是有罪了，他就跳上去了，又开始重组，他
还有鸡砖香这样子打包流倒。我真的很不喜欢讲这个，很恶心讲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不好讲，因为鬼是在什么黑暗权势都在什么讲的都想吐，你知道吗？都在那个无水之地晃悠晃悠，有没有？他不是讲了吗？在无水之地晃悠晃悠走。所以为什么要去投河死掉淹死？所以你们越近前的人在这个平台上你们自己要小心。所以我从来很少叫你们要去什么为人家祷告干嘛的，你们自己在家里面好好的去洁净吧、哦、免得鸡装箱来了。今天这样明白吗？明白。好恐怖。是，对。懂吗？恐怖。好，怎么做这个约拿书？第一个，写作业要把自己想成主角约拿。约拿为什么有这些心态？还有为什么约拿会做这些行动？还有这个福音是谁在传？是约拿在传吗？啊、哦，好好想啊，这福音谁在传？当然是神在传啊。为什么全国上下好截屏哈？这个要做作业的哈。为何全国上下人和牲畜国王都要睡？都要脱下朝服，穿上麻衣，全部都要用行动来披上麻布，坐在会中。这样的行动是为什么？好，好，这在讲这个灾难了哈，我就不要讲灾难哈，这个这之后的哈。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了啊，三点钟了，差不多了哈。那今天的约拿，刚刚有什么问题吗？嗯。奥秘讲不完哦，听到这个奥秘，今天应该最后一章这个你就知道，不可思议哈、哦。好，那个嘉轩，你刚刚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太恐怖了，那个鬼，那个鬼啊，你洁净了，然后。又进来，又进来七个鬼，几个鬼啊、哦！太恐怖了。嗯嗯嗯，上次还好牧师教我，要不然我也是碰到这个。想到那一幕，真的啊、嗯，吐的要死啊！对啊，吐的要死。嗯嗯嗯，被约拿，你看到没有？他被属灵黑暗权势整个笼罩，他自己跟神吵架，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受到这个那个属灵忧郁症，他都不知道，一直在求死亡的灵、嗯，然后爱肉体、哦、本来在第二章祷告的时候还好，他说啊，我要许愿，我要还愿，我要什么？就因为他做神的工不好好负责，所以第四章开始，他的整个灵命往下掉，几乎到了沉沦，到了地狱，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身上也是很多的鬼、嗯哦、很多的鬼，很多的黑暗权势，很多的黑暗权势的掌控、哦、对不对？然后呢，听到神讲的这些道之后，圣灵一充满，鬼就什么放屁打嗝，什么大便，什么排泄，什么去吐，这些东西都出去，鬼去哪呢？鬼要住哪里？对不对？就开始搬家了、哦、搬到哪里？好，你搬进来，我搬进去，搬来搬去，就这样子，都差不多。好，就是叫做属灵的沾染。好，这就是恩赐学。好，恩赐学的其中一个课程。好，如果要我教的话，需要一些时间呢、啊。好，这个没有教个三个月是教不成的。恩赐学很多。好，这就是其中一个。好，其中一个恩赐学。你要怎么样去？所以为什么要穿全副军装？救恩头盔、公义护胸襟、真理束腰带、平安福音鞋子、信德盾牌、圣灵宝剑、圣洁道、耶稣宝血、厚厚的遮盖，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为什么每天要穿军装？就是抵挡他那个搬来搬去的问题、哦、
要仇敌黑暗权势啊搬来搬去的问题啊，为什么要祷告这个神的主权啊？浸泡浸泡以后，我们防护衣都做好之后，他打不进来啊，打不进来啊，要弹回去啊。他说这会弹回去啊，弹回去啊，就算那个魔鬼啊，他这样子啊，暂时的啊，浮在你身上啊，因为里面有圣灵，他也住不久，他就弹回去，这是不容易的事啊。这些在天界里面我都看到啊，他们是怎么玩的，他怎么弄的，怎么看的，怎么搞的，天是怎么开的啊，这东西不容易啊。我很少去教这个，因为我觉得悔改就包掉包罗万象，你只要悔改，神的主权就在你身上啊。你不要叫我去帮你赶鬼，啊，那只不过是暂时他离开你一下下，啊，你继续再完整悖逆的话，你求死都有可能，求死都有可能，啊，就像约拿一样去求死，啊，他根本都不知道神，啊，你都死都不怕，你为什么不悔改呢？那个时候啊，你里头的那个黑暗权势大到一个程度，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哭都哭不出来。有的时候那黑暗权势大到一个程度，你都不知道你心硬到哪里，你都不知道，你改都不知道怎么改。那叫做什么？那叫做癌症末期。这属灵癌症末期的时候，就像约拿一样，他已经癌症末期，真的是掉点滴都救不回来，掉点滴就开刀怎么样都救不回来，因为他自己都求死，连耶和华神跟他对话都把救不回来他。我常在想说，神啊，你就一句话就把他释放就好了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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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没有。我每次看到第四章我就很生气，我说神啊，也不是生气，我就觉得说你何必呢，你看他这样那么痛苦都求死了，你就是神，你就一句话把他身上的鬼赶走就好了吗？把他的死亡赶走就好了吗？赐给他一个皇宫吗？给他这个那个固定薪水吗？给他有车有房就好了吗？给他一个女人抱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你让他满足他所有肉体的需要吗？你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子呢？让他怎么脱离苦处呢？还要坐在那里呢？我常常在想说，这第四章都写的这样子，他不是前面的 救恩计划到第四章成为这样子好看吗？其实第四章写的东西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神可以安排虫子，神可以安排这个东风，神可以安排这个弼马，神可以安排日头，已经告诉他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只要你改，只要你去做主公，这些东西都会为你效力，你要的那一些肉体的需要全都会包，但是你必须先去做主的公，不然我没办法跟这个黑暗权势交代，因为这个世界是长在魔鬼的手中，你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你上不了飞机，你拿不了那个打疫苗卡，你上不去，你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去拿到神的福利？你拿不到。什么解决什么？你自己也没有披麻，你自己也没坐在这里啊，约拿也没坐在那里啊，他看到尼尼微国王这愚钝到这里，尼尼微的国王都已经跪下来了，他自己没有在神经里面吓一跳，说这种人能够悔改，我也要悔改。他自己没有在那个吓一跳里面，他没有惊讶神的工作，三天路走一天，那你都不在这上面，那我今天怎么赐给你这个地上所有的恩赐呢？好处呢？颁奖颁不下来，胎死腹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再开玩笑了，有罪就有鬼，所以对付罪先，
只要你没有罪了，鬼就跑了。我现在要对付我的罪，父及子到十代，我现在要对付我的第一代。我家拜偶像拜得很厉害，我自己也是一个啥都做的人，不会比越南好到哪里去。我常常也在看那个人有没有改，这个人有没有改。一个卫生眼睛戴着一个十寸大的望远镜，连小细胞都看到，自己有没有看自己？把望远镜转过来看自己，没有，真心讲没有。唉，求神饶恕我啊，不够精心爱主，也不够精心的爱神，把神的工作当作是一个他要做的事，交差了事，不是像他讲的三日三夜走到这样子。我常在想说，约拿为什么走不下去？才只有三天，他为什么走不下去？他真的走不下去。他走一天他累，他真的走不下去，他非常的累。为什么？因为刚从肚子里鱼肚子泡丢出来，就马上要去讲这个事工，而且要禁食三天，你得让他死吧。他得鱼肚子三天，鱼肚子之前就已经没在吃了，没在吃了，就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船上东西都丢了。他在那边翻腾翻腾，他已经搞了几天，对不对？搞了几天之后，又三天又在鱼肚子里面，现在又叫他去走三天，一共要走14天，他做得下去吗？绝对做不下去的，太痛苦。可是没办法，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所做的东西付代价，不然回不了头。所以他为什么要求死？太痛苦，没有一样东西让他满意的。他如果在蓖麻下面弄一只烧鸡烧鹅，也许他就开心了。没有，太痛苦。所以我知道做主公之前是要经历过禁食的痛苦，很痛苦，但是没办法。我常常问神说，神啊，你没事干嘛叫我们饿着肚子？这饿了肚子能够干啥事儿呢？你真的一定要饿肚子才能够不吃东西，才能够做主公吗？才能够这个天地改变，天地转化吗？为什么一定要天地转化，一定要禁食呢？天地转化不用禁食也可以做神迹啊，为什么一定要到我们天地转化？你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们禁食？没有人有兴趣了。有兴趣， 我曾经也问过为什么一定要禁食。有兴趣，只有一个有兴趣，想知道，想知道。声音又好了，我也想知道。全部都有兴趣，因为地上的肉体是需要食物的，天上肉体的公民不需要食物的。你说在哪里看到？你自己看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啊，他就玛拿，他也没有肉，他没有肉，只有水。他们就是来这边，所以他每天在吵，你要让我饿死，饿死，饿死嘛。那会饿死的人，他最后就是地开了口下去。那个会进食的人，他们的眼睛、肚子连着神天上的宝座的心，你的嘴巴、你的肚子。你的饿的肚子是连着天上的心，相信神迹，所以你身上就会有天国子民的那个血液重新循环，重新上造，重新操作。你这东西在他这个进食当中，他重新启动那个免疫系统。什么免疫？神国的免疫系统。他整个系统都在改变，等于是你不再属肉体，是属天上。你整个头脑、思想、眼睛每个细胞都对准神。你快饿死了，你当然要找神啊！你快饿死了，没饭吃，你当然会想神啊！神你不救我才怪了，他就会通，懂意思了吗？你的肉体就会改变，你的值会改变，你不会这么重。所以很多现在专家都在解释啊，为什么进食会治那么多病，因为那是属天的，属天的体质你要先建立下来，连属天的肉欲的东西都建立不下来，这个打掉的话，你怎么去做这个属天这么多这么多的眼目的情欲的事情？所以他先给你搞到旷野去，
先搞到这个埃及，先去搞到旷野，耶稣先去搞到旷野，受洗之后马上要去旷野干什么？重新改变体质，叫做什么？送厂维修，重新换一个那个那什么 Bayman， 重新 upgrade， 重新升等，了解吗？可是在这重新升等里面，要知道神的话，你这重新升等里面没有神的话，也就是空的，它又是无水之地晃来晃去的，鬼又会进去，所以必须重新升等之后，你必须要神的话。所以他们在那个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抬着约柜颁奖神的话的时候，他在开始在那边建立会幕的时候，被操练是天国的一些天国的那个子民的这一些政权，一个一个搬下来，一个一个搬下来，就这样抬着约柜一个一个走，然后经历这个超自然的神迹，超自然的 DNA 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 Hello， 醒了吗？醒了。我们的苏罗门现在跑到韩国去进食，他叫我去，我说不行，我们家小孩两个小孩今年五月要毕业，我今天至死都要守着他们啊，至死都要守着他们啊，因为我已经跑了13年了，所以今年我就是牵着我老三的手走在路上，说妈妈不跑了啊，留在这边等到你毕业，还一副那种很欣慰的样子啊，终于啊会为了他们留下来啊，也为了你们啊，也为了你们啊，把这个40天好好的祷告下来啊，好好下来。对，朱玄教牧师讲的有没有听清楚了？是不是这个体质的改变很重要？是的，是的，特别重要，对不对？你都饿都饿不死了，你还怕魔鬼？鬼在你心目中都没东西可以吃了，你每天哈雷路亚，他都炸了，都烦了，他怎么会住在里面？所以一种 DNA 的转化，懂了吗？懂了，明白。万一你只是进食不去做主神的话的话，那也不会通，它不会转化。所以为什么进食祷告敬拜赞美那个追求神，他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没了。你看摩西怎么做，耶稣怎么做，他搞来搞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样子，你看不出来有别的变化，他就是这样。有没有？就是当天改变你，意思就是说你要穿天国的一个军，你的重生你就必须做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 DNA 就是转化。我在想说，那摩西怎么那么厉害，他会这么年轻，耳朵会这么好，他的那个什么目啊，眼不花耳不明，奇怪啊，是怎么样弄的？他从头到尾在这个出埃及里面什么也没干啊，他除了到那个西乃山去等候神之外，他做什么？神也没做给他做什么。原来在等候神的时候，在进食的时候，他的眼目重造，耳朵重造，他变成年轻，都在等候神里面被改变的。太威了，太威了。所以你们说你们不要进食饿肚子爱爱肉体，那就没办法做，跟我一样啊，我到现在我每天都吃得很好哦，也开始要减肥了，可是我们是为了减肥去进食的，不是真的爱神去进食的，是很悲哀啊，所以求神怜悯啊，不急啊，啊不急。我以前跟那个苏罗门在韩国好几年了，每一年都陪他去，也不是陪他，他陪我，我陪他，反正他就是这样。二月份他一定在韩国，一月二月他一定在韩国祷告四十天或者二十天的时候，差不多了，神就把他带走，到各地宣教，他就会到台湾，到哪里、哦、今年不陪他了，我就说不行，今年我一定要陪小孩、哦、但是每一年他都这样子，我就看他，哎，每一次这样子，一个人这样子，哦，很有顿量、哦、几天之后回来，哇，整个人就这样子。然后回来之后就大有能力，说风有风，说雨有雨，干嘛有干嘛，什么是什么，他就开始累积他的什么内功，哇，真的是内功外功一起，
哇，你看到没有，他在里面浸泡，在里面跟绳子，他还去赵雍基那边嘞，啊，那边蹲在那里。从他认识神的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的 schedule 就是这样子。二月在韩国，几月在哪里，然后他几月，然后五六月就会到美国，反正他就是这样的 schedule， 就是轮流演出，他就开始这样子跑。每一张机票都是神帮他预备的。好，谢谢你们的奉献，好，我们也奉献给他了，让他可以去韩国。好，对不对小琪？是。是我们奉献了他，好，奉献钱给他了，好，让他能够去韩国。好，谢谢大家。好，上一次他上来跟大家讲一下话之后他就去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请 Vincent 牧师上来，但是他有个问题，他是以色列六点钟，你们帮我查一下中国时间几点钟，到底是不是这个时间，如果不是这个时间的话他上来也没用。所以我们要他一定要在啊，因为我们要请他开那个视频在那个啊，在那个啊橄榄山，好，在那个让我们看到那个神的圣城，我们要举手祷告。所以帮我查一下哈，台湾的时间啊是几点钟，跟这个以色列要六点的话是台湾是几点啊，中国时间是几点，这样才对得起啊。好，这样子我们才能请他清晨六点去那里帮我们啊祷告。好，这样 OK 吗？嗯，大陆是凌晨一点。那你们起得来吗？可以。没有人回应。凌晨一点。弄个闹钟。啊？弄个闹钟闹醒，就闹醒自己。弄闹钟，一响铃就醒了。一点是 AN 哈，早晨哦。可以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嗯，非常可以。啊，我在想啊，凌晨一点，那你们什么时候要做啊？是几号？那就不睡了呗。没有，那你帮我找个礼拜六礼拜天吧。干脆礼拜六礼拜天，下什么时候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选一个时间吧。嗯，好，下一个礼拜吗？还是什么时候？几号告诉我吧。没有人有要找他，我看看啊，礼拜六的十二号好不好？几号？十二号，十二，十二星期天，好，好，对，好，十二日，我不知道他那个安息日他可不可以出去哈，我要问一下。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是主日了，不是安息日，是主日了吗？可以哈，十二号，二月十二号。是吧？嗯嗯，十八号我们就结束了嘛，对吧？要不就十二，要不就十九，对不对？是这意思吗？是啊，这样才能避开他们的沙巴。好，你们 OK 吗 ？OK 的话 ，OK， 我 OK。星期天嘛，哈，星期天哈，十九号就等于你第二天不用早起了，我们已经结束课程了，这样子结束了。嗯，好，不然就是十二十九，那这样十二十九又多时间，那你们又要早上起来上课，然后又晚上又不睡，这样子你等于从一点钟上到五点钟，被爆肝了。哦，牧师讲话很幽默，不要爆肝，我们要讲说，起来做最后冲刺。现在几号？现在七号，我们做十四天，再做好好做十四天的。最后冲刺好了、啊、你叫我们要功课几声啊，还怕睡几个小时没睡？哎呀，不要这样子嘛，这个我们也要纪念大家。我不知道啦，我只是觉得你们看看 O 不 OK 啦，就这样子，就是这个可以的话来、啊、看是十二号还是十九号，我来跟他问一下，他一定是没问题啦，但是我问一下他到底可不可以，因为他也有一个他自己的教会，我要问看看他六点钟可不可以起来、啊、或者是叫他五点半去，清晨五点半祷告。然后他就开着那个视频机叫他、他的电话开始祷告。我们这里都经历过对不对、啊、Benson 牧师在以色列开视频给我们祷告，这个是很少有过、啊、
还有2024年的九月，我们要去以色列，我们要做海报了，要去的人跟小琪报名，好，跟基金报名，好，我们全部要拉去，好，2024，我们是2023了，我给你们一年，两年的时间去准备哈，一年18个月去准备哈，18个月去准备 ，OK， 要好好祷告啊，我们一定要去哈，然后我们去找威神牧师，我们要坐在那里。当当当当，按着手祷告啊，按着那个圣城祷告啊，这是神的应许，在圣城上祷告。牧师，我跟你说，我刚摆了个大错误，中国是比以色列早5个小时，我把它往后推了，其实是中午11点。中午11点哦，那还好啊，你们可以啊，是中午哦。对对，但是我们美国几点啊？那我们中国 早上那是中午几点？美国洛杉矶对吗？是晚上8点多。会吗？我们晚上8点多。对对，我现在看的是这样，对照台湾是12点中午，然后晚上洛杉矶是8点。八点对，对的对的对的，这个时间对的，因为上次也是这个时间中午。好，中午十一点，对你们来说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呢、啊？你们自己看啊。要几号？要12号还是几号？11号。要，如果要避开他的安息日，肯定是我们的星期天呢、啊。就是12号嘛，对不对？嗯，可以，好，都可以。好，12号，确定哦。嗯。那我来跟他问看看，你们，我们请他上来开视频，走那个以色列好吗？好、哦，好啊，好、哦，就这样，好，好，我们是要去那个橄榄山祷告呢，还是要去这个耶路撒冷看到那个圣城哪一种？圣城好了，圣经上说。在只要举手在圣城祷告的，祷告就必成就啊！我们就这样子看着视频啊，看圣城，耶路撒冷，好不好？啊，哦，好，啊，叫我们身上的罪都去该去的地方哈、啊，求赦免我们的罪，有罪就有鬼，有鬼又有罪啊，有罪就有鬼，有鬼就有病，有病就不发，就会贫穷，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我们的鬼去掉，把我们的罪去掉。阿门。很兴奋啊！嗯，朱璇，今天牧师讲的道怎么样？有没有帮助你？牧师，我今天发现宝藏了，就是太大的宝藏了。你之前听你的课，我很多都听不懂了哇。我只发现你的图很微啊，那听完之后没进去啊。发现这段时间以来，哎，你现在渐渐讲的，就像你之前刚讲的那些啊，就我就能够主动的。找到你那些之前讲过的那课的里面的那个图，逐渐的把它填进去了，我找到宝了。你说有罪就有鬼这件事啊，还是什么？不止这个，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你今天你的宝藏是什么？我只要听一两点就好。你今天的宝藏是什么？亮光。就是听你的课很有深度，所以不是只来听一段时间就能学会，而是需要累积和沉淀，我掌握到这一点窍门了。哦，那也真的是大宝藏了。就是意思是说，这个石头磨磨磨磨磨，忽然之间变钻石了，是这个意思吧？加油了！哦，朱璇，神刚刚有跟我讲，神会把你的那个这些年失去的，神要把你补还回来。哦。阿妹，我通通领受。其实也蛮苦的。好，你最爱的爱情要回来了。啊，别哭了啦。那个爱情，神天父的爱情跟耶稣的爱情，够弥补你在地上受的那些痛了，够了。那些东西，你找到神的爱情，胜于一切，好吗？嗯。好，我们下线啦，晶晶，我们下线了好吗？我们请一个姐妹
简短一分钟祷告完结束好吗？我们请谁呢？永真吗？我们的神学学生刘琳要祷告。刘琳，那你祷告不？我祷告好了。好，来永真。好。哦，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降下你的玛拿，哦，降下这么重要的东西，哦，来哦哦滋养我们的细胞，哦，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睛，哦，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过去所身体所承受的一些不容易一些磨难，哦，原来都是罪的关系，然后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每一天读经祷告，我们要做功课，我们要灵修，我们要为神做见证。主啊，我们要进食祷告，披麻蒙灰，认真的认罪，我们回转回来，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做对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要跟神做一个最好的连结。哦，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不要被属世的东西拉住。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宝林牧师的口讲把这样子的奥秘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要准时的来上线听牧师讲的课里面有很多我们以前不察觉的问题全部都一一的帮我们解决出来主啊我们拿到这个快报我们感恩你我们要愿意做主工，我们要做成主的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由罪转成圣。哦，主啊，谢谢你祈求你赐下你的恩典跟祝福给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也给牧师。哦，主啊，我们每一个全家的人或全家族的人都要蒙恩蒙福，也都要得救。主啊，我们感谢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都与我们同在。哦，主啊，谢谢你哦，赐下这一切的恩典。哦，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和同心合意的一起努力打拼来做成主的工。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这样感恩、祈求、祷告，全都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宝血洁净啊，嗯。好，谢谢大家，拜拜，再见，再见，平安，嗯，拜拜，拜拜，拜拜，请请，谢谢牧师，加油，谢谢牧师，拜拜，加油，加油，谢谢牧师，我加油，我加油，我要加油，还有几天呢？大家请记得啦，哈。到 Vincent 牧师来之后就我们就剩下一个礼拜啦哦，我们剩下一点点这个 mileage 我们赶快把它跑完哈、哦，跑完就不一看到小琪的见证都在我们身上都会跑出来啊、哦，对啊、哦，都人家的外邦人就给什么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给什么啊、哦，真的是太好好谢谢大家拜拜谢谢牧师。